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XRP 7.0 标准教程。本节课的内容：第一章 1.2 到 1.5 小节，第二章站点地图和页面，第三章部件和模板。这些都是 XR 软件比较基础的操作。我们用这一节视频把这三章都讲述完毕。现在我们来打开 XR。要设计我们的原型呢，我们只需要将我们需要的部件拖入到设计区域中，并按照我们的设计稿进行排版，并增加它的交互效果即可。添加页面跳转链接，我们现在给这三个部件添加页面链接。添加页面链接的快捷方法呢，是选中该部件，在部件交互面板中点击链接页面。点击之后呢，这里会弹出左侧的站点地图，我们将它链接到想要跳转到的页面即可。点击之后，我们看到在鼠标点击时事件下面增加了一个用力，该用力的描述呢是在当前窗口打开页面三，这也就是这个用力的动作。我们来继续添加链接页面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预览一下，当我们点击 XR 下载的时候呢，它就跳转到了页面二。如何生成 HTML 并把我们制作的原型发布到 Xshare 呢，是XR 公司提供的一个云端服务，我们可以把自己做好的原型上传到他们的服务器上面，可以获取到一个访问链接。我们可以将这个链接地址发给需要访问我们原型的人，当然你也可以加上密码，只有获取到密码的人才可以查看你的原型。我们点击发布生成 HTML 文件快捷键是 F8。 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这里的选项是我们的原型所要生成的目录地址，我将它生成到桌面上。生成原型的时候呢，最好将原型放入到文件夹中，因为它生成的文件比较多。下面这里呢，是生成原型之后是否使用浏览器打开，可以选择不在浏览器打开，或者指定某一个浏览器。右侧呢是站点地图，也就是我们生成原型的时候在左侧的边栏，我们可以显示、隐藏或者不生成。好，我们看到原型的文件呢，已经出现在了桌面上。
这就是我们生成的原型。左侧呢就是站点地图了，我们可以点击最小化，将其隐藏。如何将原型发布到 Excel 呢？我们点击发布，发布到 Excel 选项，快捷键是 F6。点击之后呢，弹出一个发布到 Excel 对话框，在这里，如果你没有 Excel 官方网站的账号呢，可以在这里直接注册。注册之后呢，就可以将你的原型上传到 Excel 里面了。如果已经有账号呢，在这里输入账号和密码。这里可以编辑 HTML 生成的配置。这里输入你的项目名称，在这里可以给项目加上密码。只有获取密码的人才可以访问你的原型。这里呢是替换一个已有的项目，比如你已经上传了这个项目，但是经过修改之后呢，要对它进行更新，在这里就可以将它替换掉。下面我们来讲站点地图和页面的操作。我们在左侧的站点地图面板中，可以对我们原型的页面进行集中管理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添加新的页面，删除页面。点击这里也可以删除页面。点击右键新增，在之后新增同级页面，或者新增子页面，或者在之前新增同级页面。这样呢，我们看到新增了一个同级的页面。另外呢，我们还可以新增文件夹。如果我们的页面特别多的话，可以将页面进行归档，放入到文件夹中，这样便于管理。在站点地图中，使用上下的蓝色箭头，可以对页面进行上下移动。左右的绿色箭头呢，可以对页面进行层级关系管理，升级、降级。现在新页面二就是新页面一的子页面，这些操作呢，我们鼠标指向页面，点击右键，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也可以进行同样的操作。鼠标指向该页面，在它右侧的向下的小三角中，我们点击它，也可以弹出同样的菜单进行操作。下面来讲一下显示隐藏网格和辅助线的使用。我们现在看到，在设计区域的背景上有很多小黑点，这就是网格。网格呢，是和 X 轴、Y 轴的尺度相对应的，我们可以将它隐藏掉。点击右键，在设计区域的空白处点击右键，可以取消掉显示网格，那么设计区域的背景呢就变成了白色，勾选上变成这个样子。使用辅助线呢，在我们的设计工作中是离不开的，顾名思义，辅助线就是辅助我们进行设计工作的。现在我们添加的辅助线叫做页面辅助线，也就是说，它是针对当前页面的。我们进入其他页面，是看不到刚刚添加的辅助线的。这个辅助线只在你添加的页面中生效。还有一种辅助线叫做全局辅助线，添加方法是一样的。我们要在 X 轴和 Y 轴的刻度上拖动的时候，同时摁住 Ctrl 键。Mac 机呢是摁住 CMD 键，然后拖动鼠标。当我们松开鼠标的时候，就添加了一条全局辅助线。全局辅助线呢，默认的颜色是粉红色。我们再添加一条。
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其他页面，看到刚刚添加的两条辅助线，在其他所有的页面中都是有的，而且它的位置是和我们第一次添加相同的。要删除辅助线呢，只需要鼠标拖动它，拖回到刻度里面 X 轴和 Y 轴的标识里面即可，就可以将辅助线删除掉。下面来讲一下如何让部件在页面中居中显示。现在我们来预览一下，看看我们的部件在页面中是什么位置。我们看到它在页面中呢是靠左侧的位置，我们如何让它居中显示呢？是不是要按照刻度来算呢？啊，这样子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将下面的页面样式面板，在设计区域下面的页面样式面板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页面对齐的方式，它默认是左对齐，我们选中居中对齐。这里括号中呢有文字标注，仅在浏览器中生效，也就是说它在我们的设计区域中是不会影响到的。我们在设计区域中将部件放在什么位置，它依然在什么位置，但是我们预览的时候或生成后，那么这些部件呢会在生成的页面中居中显示，它是针对浏览器来说的，它并不会受到左侧边栏的影响，也就是说左侧的 sitemap。 把它最小化呢，我们看到它依然针对浏览器来说它是居中的，我们改变浏览器的大小，它也会跟随着居中显示。下面来讲一下部件和模板。要添加部件呢，非常简单，我们只需要在部件库中将我们想要的部件拖入到设计区域即可。如何删除部件呢？要删除部件，我们选中要删除的部件，按键盘上的 Delete 键或 Backspace 键，就可以将部件删除。我们还可以删除，同时删除多个部件，选中要删除的多个部件，按 Delete 或者 Backspace 键，部件就被删除掉了。编辑部件样式。部件样式的编辑，不同类型的部件编辑方式也是不同的。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形状部件，形状部件的编辑我们可以选中该部件，有如下这些编辑方式。选中该部件之后，我们看到在它的左上角有一个黄色的倒三角，它是用来控制部件的圆角半径的，我们看到效果。再拖入一个新的矩形部件，它是用来控制圆角半径的。在部件的右上角呢，有一个灰色的小圆圈，我们点击它可以选择部件的形状。部件的形状呢，我们还可以部件样式的编辑，我们可以使用右键点击该部件，在弹出的菜单中进行相应的设置，也可以在顶部的工具栏中设置，是一样的。还可以在部件样式面板中进行设置。不同属性的部件呢，它的编辑方式也是不同的。现在我们来看，我们现在拖入的是动态面板，我们看到动态面板它的样式呢都是灰色不可用的。要编辑动态面板，我们双击它，弹出动态面板状态管理，我们可以对其添加状态，调整状态的顺序，还可以编辑状态、删除状态、快速复制状态。
大家对 Action 的部件、属性、特性、局限性一定要做到烂熟于心。这是我们要学好这款软件最基本的要求。下面我们讲将一个或多个部件转换为模板。要添加模板的方式呢，有两种，一种是将已经创建的部件转换为模板。我们现在来继续添加几个部件，转换为模板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将这三个 button 点击右键，转换为模板。弹出转换模板对话框，我们给新的模板取一个名字。好，我们看到刚刚选中的这三个部件呢，转换为模板之后就变为了粉红色。在模板面板中呢，也相应的增加了我们刚刚新增的 header 模板。另外一种方式呢，就是在模板面板中点击新增模板，给模板取一个名字，然后双击该模板，进入编辑状态。我们在里面添加我们想要的部件。然后呢，将该模板拖入到我们需要使用该部件的页面里即可。如何编辑模板呢？要编辑模板，我们可以在模板面板中双击需要编辑的模板，比如我们要重新编辑 header，我们双击 header 模板，看到模板中含有的部件，我们对其进行相应的修改。退回到设计区域之后，我们看到刚刚的修改呢就生效了。另外一种方法，可以在设计区域中双击该模板部件，也可以进入编辑状态，对模板中的部件进行编辑。好，如何快速重复使用部件呢？我们只需要在想要使用该模板的页面中将模板拖入即可。好了，本节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，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使用。下一章我们开始基础教程中的第一个交互案例，第四章。好了，我们在下一章。